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333面啊，333页，第七行，从制度论看起。如制度论曰，是三昧修行，细究后能成陀罗尼。我们再把底下的文呢，一直念下去，通通是制度论上的。是诸三昧共诸法实相智慧，能生陀罗尼。大制度论说，是三昧修行。三昧是禅定，定中有慧。三昧偏在定中讲的，陀罗尼偏重在慧上。他们两个关系非常密切。陀罗尼是从三昧成就的，定开慧之后就叫陀罗，就是陀罗尼。所以你看，细究，究后能成陀罗尼。是诸三昧，就是无论修哪一个法门，84000法门，就是84000三昧；无量法门，就是无量三昧。我们用持名念佛，也是修的念佛三昧。佛法修行不能离开，如果离开三昧，就不是佛法了。佛法的枢纽，修行的枢纽就是禅定，定能生慧。定不是目的，还是属于手段。那由此可知，戒律是手段的手段。不持戒不能得定，不得定不能开慧。所以戒定慧三学它确实是一体的。戒熟练之后，自然心地就清净了。心地清净到一定的程度，智慧就开起来，就生起来了。智慧生起来，再成陀罗尼，就总持抓到了。陀罗尼的意思，总持。那么总持呢，是总一切法，持一切义，等于说是把一切法的纲领掌握到了。这个陀罗尼就好像是一切法的总纲领。你把这个东西掌握到了，那么一切法，不必学，你全都知道了。道理就在此地。佛法是个教育，是个非常好的教育，可惜人不知道啊。我们在这么多年，为许许多多同学解释疑难，没学过那么多东西。
我学佛虽然是26岁，跟方东美先生知道这是一门大学问，可是在这个30岁之前，受方老师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用哲学来看佛法，纯粹站在研究哲学的这个角度上，那么看东西当然有偏差。跟张家大师3年，张家大师教我掌握了一个原则，可以说总的原则。这个总的原则偏重在行门，不是在戒门。看破放下。真正在经教上下功夫，实在太重，10年。李老师是台湾唯一一个讲经的居士，常年不中断。这个很难得。其他的法师居士讲经呢，一年讲个1-2次，最长好像是1个月，很少有超过1个月的，一般呢是1个星期、2个星期，一年嘛2-3次，所以在台湾听经机会并不多。总是断断续续，连不起来。所以到台中呢，就有了这么一个方便。老师是连贯连续的讲，不中断的讲，有问题可以提出来问。其他法师讲经是不可以提问题的。这是我学佛那个时代的状况。现在讲经的更少了。在当时在家出家的，讲经的大德，在台湾大概还有10几个人。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呢？讲经确实要相当的功底，你不在这上面下功夫，真讲不出来呀！我们讲了53年了，每一讲一遍，都重新做一次准备。我不用前面的这个资料。这一部经上一遍讲完了就封存了，我就完全不用了。老的东西都不用。这样自己才会有进步啊。如果是一部一部参考资料讲一辈子，永远停止在这个阶层上，不能提升的。古人常讲的苦学，学习是相当辛苦。不过学了这么多年了，比较熟悉了。
啊，预备呀、啊、就很自在，而预备的时候，就真正深入的读经。这个读经里面当然有随文入观，所以有悟处，啊，有法喜充满。啊，不用旧资料，有新的悟处。用旧的资料的时候啊，新的悟处可能就没有了。啊，我们所凭的，说老实话，就是凭一个真诚心，没有其他的。啊，李老师教给我的，至诚感动。啊，就凭这个。啊，在我们这一代，往后这几代，大概都要重视这一句话：用真诚心求感应。啊，为什么呢？我们的基础都不厚，跟古人比差太远了。古人的弟子，真的从出生下来，父母负责任，真教。现在没有。啊，我自己在这一生当中看父母真教的，大概我六七岁以前看到，10岁以后再也看不到了。啊，不靠感通啊，就没有第二个办法了。啊，最忌真诚心。怜悯慈悲心啊，众生苦啊，我们苦，众生比我们还苦啊，我们苦遇到佛法，苦里头有甘露。看众生，即使是大富大贵，生活过得非常辛苦，啊，跟古人不能比呀。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们把老祖宗的教诲丢掉了，吃这么样的苦头，啊，造作深重的罪业，那个心怎么能安？那、啊、何况还有报应，报应有现前的，有来世的。现前的花报，来世的果报。啊，我们首先要度自己，要救自己。啊，决定不能让外面境界干扰我。应当修行，把这个摆在第一。从哪里下手？一定从三个根下手，出家四个根。你这四个根要是不能够做到，你一生的成就就非常有限。啊，不能轻视啊。啊，我们出家是为了把沙弥律仪做到，那你是真正如来弟子。啊，比丘戒、菩萨戒
给诸位说是做不到的啊，这个话不是我讲的，偶业大师说的啊。偶业大师一生就是持沙弥戒啊，那么沙弥戒的基础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我们没有《弟子规》感应篇这个基础，所以沙弥律做不到啊。那现在怎么办呢？补习呀。啊，把这门课补出来呀！啊，不能不认真地把它补出来。啊，除非我们自己把自己的成就放弃掉了。啊，来混日子，那又造罪业。啊，我们常说佛门当中这碗饭不好吃。这是十方供养，十方用什么心呢？求佛啊。我们哪有佛给人？自己修行，才真正有福。啊，阿弥陀佛的佛从哪里来的？四十八愿无界修行啊，愿愿兑现了，愿力德行成就了极乐世界啊，不是偶然的啊。我们没有大德大行，怎么能续佛慧命怎么能延续正法救主？这个使命太大了啊，自己一定要知道啊！啊，所以这个基础就比什么都重要了。除这个之外，还要文言文啊，文言文的学习我们觉得无量寿经经典的翻译在中国文学史上称为变文，变化的变啊，这是什么题啊？变文。变文是什么意思？就是翻译那个时代的白话文。啊，因为文言文太深了，翻手怕人家看不懂。所以翻经的法师已经注意到了，就是最浅显的文言文。啊，好懂啊！你看看佛经上的文字，啊，比这些古文，啊，你看四库全书里头，任何一样东西，文字都比佛经深。啊，佛经好懂。啊，翻经的人早就想到啊，希望佛经要大众化了。啊，没有离开文言文，非常浅显的文言文。啊，我想这一部经四十八篇，
等于是48篇古文啊，我们再加一半啊，再加一半的时候可以从古的著书里面去选莲池大师的啊，著创随笔，好啊，好文章啊。欧耶大师的临风总论，印光大师的文钞，不要选多，就选这三家就行了。啊，三家每一家选20篇，啊，有60篇，我们把它背熟，啊，字字句句都把它搞清楚，从这上面我们学习文言文，把文言文这一课补起来，啊，我们深入经藏，乃至于阅读思库，文字的障碍没有了，这个很重要啊！啊，所以这是思库大藏第一把钥匙，这个钥匙你没有拿到，你会有困难，一定要把它拿到。啊，有年轻人学佛，就要叫他认真奠定这个基础。啊，没有这个基础，学习苦，真苦。啊，所以我现在要求蔡老师这一帮人啊，在吉隆坡啊，有20多个人啊，我要求他们学群书治要，去查字典啊，注音注解翻成白话文啊，这是什么？这就是学文言文呐、啊，一举有数得了啊！古人在中国，经、史、子这三集。选出了65种啊，唐朝魏征他们选的啊，这65种里头的精华，不是全书了，精华。里面缺了3卷，左传我把它补出来了啊，后面2篇我在想找时间的时候再来做，就是后汉书里头缺了前后2卷，哎，没有想到国内也有同修啊，他做出来了啊，寄来给我看，做得不错，好，这有心人呐、啊，啊，非常难得，啊，一定要注音、注解，要翻成白话文，便于流通。但是教学一定要教文言文，啊，我们要把文言文能在下一代呀复兴起来啊，社会一般生活上用白话文，用简体字可以，要想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不懂文言文是绝对做不到的。啊，而且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看将来的趋势会影响全世界。那么换一句话说，外国人学文言文的越来越多。我在伦敦两次的访问，我看到外国人、年轻人对中国文言文没有妨碍呀。许多典籍他们都能背诵啊。像麦达威教授四书都能背也。我看了很感动，不能不佩服。这些人真下过苦功。这也正是像佛经上说的《华严大智度论》，佛说：“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文字的障碍没有了，义理有障碍。为什么？它太深了，所以必须有真正修行的人去讲解。人家才能听得懂啊！古时候讲经一定要真的，没有其如境界不能讲啊，不能做注解，做注解流传后世，自己真的透了才可以。人家编藏经才把你的东西编到里面去，叫入藏。入藏是经过那个时代高僧大德同意，帝王认可，可不简单的，这才能入藏。等于说大家都肯定承认。这个作品没有违背佛的意思。像开经记上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义。你所说的是如来真实义。那个水平比现在高好多。如何才能恢复到那个水平？我们相信有，要时间。总的三五代以后，我们每一代都在努力。中国的文言文在古时候是我们周边许许多多的国家共同使用的文字，因为他们都学。古时候像韩国、日本、越南、南洋很多周边这些国家言语不通，他们没有文字，包括日本、韩国自己没有文字，全用的是汉文。他方便呢，他们没有人创造文字啊。日本的文字通通从中国学出去的。
啊，所以中国的文言文可以在这周边流行的，没有障碍呀。言语不同，写字就同，笔谈。啊，那么中文将来会不会变成世界文字？我觉得有可能。为什么呢？留下来的东西太宝贵了，太丰富了。你要不能直接去阅读，靠别人翻译，啊，翻不见得翻得出味道。你尝不到原味。你要想尝到原味，你必须学文言文，而且学文言文又不是很困难。啊，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呢，中国文字将来是国际文字。啊，中国文化是整个地球的文化，佛教是一切众生共同需要学习的东西。啊，你不用中文怎么信呢？啊，藏文里面的典籍没有中文翻译这么丰富。啊，易经的里面有一部分中文都有，都有翻译本，藏文也有一本。啊，中文本里头没有的，藏文有的。我希望从藏文里头翻成中文。啊，这是早年。我跟赵朴初老居士啊谈过这个问题。因为藏文这是少数民族，怕的时候50年100年之后，这个文字就没有了。啊，趁着现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些学习的人，赶快把它翻成中文。啊，这都是佛教里头非常重大的事件。啊，不能不做啊！啊，难在哪里呢？难在没有真修的，真修的才翻得出真的味道啊！不是真修的，味道翻不出来。是，翻经的人一定其如境界啊，有修有证呐、啊，味道就翻出来。啊，正果该放下的，通通都放下，你才能起入。你要不放下，全是障碍。啊，底下说，是诸三昧，叫所有一切的禅定，共诸法实相智慧，全都讲的。诸法实相啊，禅定当中你所见到的，就是一切法的真相啊。无论什么什么禅定啊，你所见到的有前身广狭不一样啊，禅定功夫有前身不同啊。陀罗尼从哪里生出来的？从诸法实相智慧里头生出来的，能生陀罗尼。你从这个地方啊，能够找到一切法的总原则、总纲领，啊，梵语叫陀罗尼。有三昧，但是心相应法。
啊，三昧是禅定啊，三昧是真心的啊，所以说，但是心相应法，跟真心相应啊，它就是真心。那么陀罗尼呢，也是心相应法，也是心不相应法。啊，三昧是心相应法，不是心不相应法。啊，陀罗尼里头与心相应，也有与心不相应。啊，那什么呢？知见嘛。知见有邪有正，禅定可没有。啊，禅定的来源是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所以完全是真心的显露。啊，智见不一样，智见从智慧生，从智慧生正知真见，也能从心地深处邪知邪见。这反面就是邪知邪见。啊，《白法明门》里头有24个不相应的心法，24个不相应啊，它跟心不相应，跟心所不相应。跟色法不相应，但是他没有办法离开他们。啊，24个不相应从哪来？从心、心所、色法里面来的。啊，所以陀罗尼的范围比三昧要广，所以陀罗尼是心不相应者，这解释。如人得闻持陀罗尼，虽心成慧也不舍，常随人心，如影随形，随形。啊，一个人。你得到闻持波陀罗尼啊，也就像佛经甚深这些道理你懂了，你得到了啊，你不像阿赖耶的三细想，你说心成慧发脾气，这个知见会不会失掉了？不会失掉啊，但是三昧就不行了，三昧一发脾气，定就没有了。啊，所以你这一发脾气，你这个智慧在还在，定没有了，慧在。啊，所以陀罗尼是与慧相应。啊，三昧这是禅定。这个东西贪嗔痴慢疑三昧就没有了啊，得到陀罗尼不会因为贪嗔痴而把三昧把这个陀罗尼失掉，
盖制度论之一，制度论里面讲，三昧者，只在心相应时候现前，如瓶沛未烧，虽有瓶相，不能成水。啊，这叫陶瓷，啊，陶器，啊，粘土做成的胚胎，没有经过烧炼的，啊，它不能成水，成水就融化掉了。啊，烧炼之后啊，那就没有问题了，啊，它就能够成水，啊。这是比如说禅定啊，那陀罗尼呢，就如同经过火烧成以后的品级啊，三昧还是没有经过啊，比如陶器还没有经过火烧啊，陀罗尼那是经过火烧成以后的，一个是品的胚胎，一个是品成就了，啊，故能持菩萨无量功德了。所以心不相应时，例如心生烦恼，也常随人心，如影随身。啊，它不会失去。又制度论曰：陀罗尼世世常随菩萨，住三昧不二，或时一生则是。故知陀罗尼一得永得，生于三昧。一品的修定三昧啊，人寿命到了，一投胎了，你所修的这个定功失掉了，这是真的啊。但是陀罗尼不一样，你虽然投胎，你所学过的一种在阿赖耶识里头有种子，遇到缘它起现行，啊，过去曾经学过的东西，现在在学，驾轻就熟，很容易就契入境界。啊，但是禅定不行，禅定的时候一定要重新来过。啊，这个不一样啊。啊，所以陀罗尼跟三昧比。啊，三昧随着身体失掉，三昧就没有了。陀罗尼也得永得。啊，这是佛家讲的善根呐。华严三昧，乃佛华严三昧的一称。啊，应该加个佛华严。啊，称华严三昧，这是略称。以一真法界无尽缘起为理趣，理是理论的依据，趣是趣相。大慈理趣，通达无碍啊，对于华严经里面所讲的道理那是当人的自信的，就是自己的真心
自己的自信，自信里面居住无量的智慧等等。啊，根据这个道理来起心，这就是佛菩萨庄严佛果为之化言啊，如来的果地以报真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那样庄严？那个庄严是心得，是化而如是啊，那不是修来的，也不是自己想到的，更不是自己预先去设计的。心得根据大乘经典所说，它确确实实是具足无量功德了啊，是自信的本具的啊。我们修什么呢？修不过是去障碍而已啊。我们今天不能见性，是迷失了，把我们的迷断掉啊，意思在此地叫破迷开悟。我们修的全是把障碍修掉啊，三大类的障碍：无明、华严经里面称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三大类的障碍，修是把这个东西去掉、放下啊、断掉。但用这些字眼啊，我们一定要肯定执着是错误的，分别是错误的，起心动念是错误的，对，首先要肯定啊，真正知道这错了，我们才能够把它改正过来。我不再执着了，不再分别了，不再起心动念了。啊，我才能回归自信。啊，佛家教学的目的未变的。终极的目标是回归自信，在净土法门里头，自信就是常寂光啊，回归常寂光就是回归自信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华严就是自信圆满的性德显示出来的一真庄严，是自然的，没有一丝毫勉强啊，它是平等的啊，每个人都一样没有高下。所以这个境界里头，它不会生骄慢，也不会有自卑感，大家相同，完全一样啊，法尔平等，平等对待是事实真相啊，它是心得啊，不平就错了。啊，一心修之呢，这就是三昧，三昧就是一心。啊，用华严的方法叫华严三昧，用念佛的方法叫念佛三昧。
用法华经上讲的这个直观的方法叫华严三昧，法华三昧啊，加上你修学三昧不同的方法，三昧是一样的啊。三昧是什么？清净心、平等心啊。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觉，清净是小乘的三昧，阿罗汉跟辟支佛；平等菩萨三昧，觉是佛的三昧，圆满的三昧。圆满三昧大彻大悟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经言所曰，如华严说，彼一三昧同摄法界一切佛法，悉入其中啊。这是解释华严三昧啊。彼一三昧，这就是讲华严三昧。华严三昧同摄法界一切佛法，都在里头。啊，这是为什么？华严这一部经，同摄一切经，不但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所有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从等觉菩萨到地狱众生，所宣讲一切法门、一切经教，都不出华严。那华严是什么呢？方东美先生说得好，佛学概要，或者佛学概论啊，他这个里面呢，面面都谈到。那其他的经论呢，是研究这里头专门研究一门，研究一窟啊，这个是总纲领、总原则啊。所以古大德说，一切经教都是华严的枝叶，华严像一棵大树一样啊。佛所说的一切经没有离开这个大树，都是大树枝啊、干条、树叶、花果，都这种都没有离开这个树啊。华严是什么？华严是说这棵树的根本，用这个来做比喻我们就好懂了。那么华严三昧当然也就是一切三昧的根本啊，所以它能够同摄一切法啊，一切三昧都不离开华严三昧。八十华严曰：二十普贤菩萨如广大三昧，名佛华严啊。这个三昧是普贤菩萨证得了，入就是证得啊。总原则、总纲领抓到了，那是什么？我们要知道啊，就是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是华严的总纲领、总原则。那么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有没有离开十大愿望的范围呢？给诸位说，没有。
他们两个异曲同工啊。十大愿望，每一愿里面都具足圆满的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每一愿里头都具足普贤十大愿望。所以，十大愿望修圆满了，四十八愿也圆满了。四十八愿学圆满了，十大愿望也圆满了。又六十华严日，普贤菩萨正受三昧，其三昧名佛华严。啊，这是八十跟六十都说到。法界寂云，言华严三昧者，解云：华者，菩萨万恒也。啊，何者呢？以花油生食之用，就花会结果啊。有这个作用啊。那行呢？行有感果之能。啊，你能修普贤行，你能够修十大愿，你就能成佛。你能够修四十八愿，你就能成阿弥陀佛。啊，都是究竟圆满的佛果。毗卢遮那究竟圆满，阿弥陀佛究竟圆满。啊，你看梵文的翻成中国文的意思，啊。毗卢遮那翻成中国文什么意思呢？遍一切处。阿弥陀翻成中国的意思呢？无量觉。无量觉遍一切处。遍一切处无量觉。不就这个意思吗？是一不是二啊。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在一起分享无量寿经，早年有十遍呢，讲过十遍呢。啊，我讲无量寿经通通用的是夏老的回忆本。啊，德尊普贤呢、啊。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世界。所有生西方极乐世界人都是遵修普贤大士之德。啊，这才知道净宗跟华严关系是多密切。所以前清魏默生居士将普贤菩萨行愿品最后这一卷啊，第四十卷附在净土三经之后，成为净土四经。啊，我们要是
在典籍里头看到有净土四经，你就晓得三经多了一个什么，多了普贤菩萨行愿品，就是十大愿王道归极乐这一章。啊，那么到清朝末年，印光老法师他老人家又把大势至圆通章附在四经后面，成为净土五经。啊，这五经怎么来的我们要知道，附得太好了。啊，大势至圆通章经文不多，只有244个字，比心经还少。啊，般若心经260个字，对，244个字，真好。为什么呢？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啊，真的就好比是净宗的心经，言简意赅呀。告诉我们，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念佛的方法呢，说得太妙了，度摄六根，净念相继，啊，这个经里头只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究竟有什么方法？怎么念法？大师之讲的好啊，啊，度摄六根，净念相继。他这两句八个字解释这个经上一向专念，解释这一句什么叫一向专念，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就是一向专念。啊，所以华严跟无量寿的确是一部经，啊，盆济群居士说得好，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啊，阿弥陀经就是小本华严。华严、无量寿、弥陀经，这是一部经，大本、中本、小本，说得真好啊！啊，我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啊，原来是想修大经的，也发了愿呢，想讲大经啊，学清凉国师啊，那是一位大德，我们学不到啊。啊，知道无量寿跟华严经无二无别。无量寿经讲这个，我们还有很勉强能做得到，啊，所以就放弃华严，专学无量寿了。啊，无量寿的成就，就是华严经圆满的成就。那我当然学这个法门，
啊，所以我第一次讲华严，这个东西搞清楚之后，我就专讲无量寿经，讲过十遍了。啊，那么第二次讲华严经，在新加坡，李默元居士请法。这是缘，那因呢？早年台南开心法师向我请经呐，每一次我们碰到了，他都劝我讲华严。他说：“法师，你要不讲啊，以后没人讲。”啊，这第一个。第二个，黄念祖老居士，他老人家在世，我每年到北京至少会去三次。啊，去干什么？看老朋友嘛。啊，现在国内不去了，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去了，老朋友都不在了。啊，黄念祖老居士不在了。天主教的老朋友傅铁山也不在了。啊，赵朴素老居士，啊，乡亲父老啊也不在了。啊，江苏的名山老和尚啊，老友啊，他们都不在了。啊，所以我就不去了。啊，他们在，每一次去，我们都会见见面。啊，叙叙旧。啊，这些都是近代的大善知识。啊，尤其是黄念老。我们的知见相同啊！啊，真正皈依无量寿经呢，全心全力学习弘扬，啊，《法界记》里面说。花有生时之用，心有感果之能。特别是无量寿经，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决定得生极乐世界，那就是果啊。我们心有感果之能呐！啊，花跟这个经上用这个做比喻，说虽复内外两殊，华严是自性的，这是内。啊，花果这是外面的形象啊，但是生感利用相似，经结
一发特事，故名华严。啊，这是华严的华的意思。啊，严呢？严是庄严，形成果满，契合相应，构章永消，正理圆满，随用暂得了，故称为严也。严是庄严呐、啊！啊，这几句话说得好啊！修行成就了，果圆满了啊！菩萨修行从初发心啊，到初现位。经历实现，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妙觉，这就圆满了，这行成果满了，啊，契合相应，与自性圆满的相应。心行就是自信，自信就是心行。啊，无始劫以来的垢障，垢是染污，障是障碍，业障。永远消除了，烦恼断尽了，业障消除了。那么在经中只用一句阿弥陀佛，多简单，多省事啊！一句阿弥陀佛，把我们无始劫来的烦恼断掉了。无始劫来所造的这些业啊，业障啊，都化解了啊，不必用另外的方法，自然就没有了。只要你一心专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帮助你消业障，破烦恼啊，断烦恼啊。所以念佛人不要把烦恼放在心上，烦恼自然没有了；不要把消业障放在心上，业障自然消了。一切法门里头找不到这样方便的，找不到这么稳当、这么踏实、这样有效果的啊！真的，在无量法门，这是第一法门。世尊，我们的本事为我们推荐，特别介绍给我们，十方诸佛赞叹。啊，我们还不相信，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染污有多重，我们的业障有多大。
啊，对他怀疑生不起信心啊。啊，而不知道这一句佛号的功德能量无量无边啊，太大了，没有比它更大的了。所以断烦恼消业障那是小事一桩啊，啊，今天还有大事，我们遇到了这个大事，地球上灾难现前了啊！香港的同学们发起万人念佛大会，很难得。为什么呢？科学家告诉我们，集体的意识能量之大了，无法估计啊。啊，这个能量确实啊，不能把灾难全化解，但是把灾难呢减轻一半呢，这是有可能的。如果说减低三四成，这是决定可靠的啊！把这个灾难再延后几年呢，这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啊！延后几年也有好处让一些根性没成熟的再有两三年的时间他成熟了啊，我们看净土圣贤录，看往生传，这些往生的人我估计一半以上啊都是三年成就的。如果这个灾难再推迟三年，这些人个个成就了啊，这是好事啊。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想到了啊，灾难的信息从四面八方传来啊，假如我们真的有这个能力把它延后几年啊，可是世间人会起怀疑，对这桩事情不再相信了，根本就没有灾难，你们这些人胡造谣言于是他们的胆量越大啊，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干的就越干越起劲。为什么呢？根本就不相信这些东西啊，古圣先贤说这些东西全是骗人的那么延长这几年他们所造的这个业越来越严重啊，严重的业报那就报得更苦了啊。所以果报现前报延后报各有利弊十全十美做不到啊。
我们学佛学起学净宗的人用什么心态来应对这种事情呢？我们不必去管他灾难有没有，不要去操心这些，不要去问这些，我们能够把机缘抓住，201212月21，那还有300多天呢。我们把这300多天抓紧，我在这个时间当中，我要求念佛、念德、三昧，最低的三昧是什么？功夫成片啊。太高的三昧我们没把握，最低的功夫成片肯定可以得到啊。功夫成片是什么意思？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心里头有阿弥陀佛，口里头念阿弥陀佛啊，身体是离境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一切众生通通是阿弥陀佛，我离境就有对象啊，我见人恭敬啊，他是阿弥陀佛，我对他是真诚的恭敬，对事恭敬，对万物恭敬，对一切众生通通恭敬。这是普贤十愿的第一愿，离境诸佛。称赞如来，没有功高我慢心，没有嫉妒障碍心。见到别人的好事赞叹，尽心尽力协助成就他。看到众生不善的事情，不放在心上，更不可以放在口上，若无其事啊！《坛经》说得好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只见自己过，不见他人过。我们能够行一年，功夫成片就能达到。达到功夫成片，往生就有把握。有没有灾难不相干呐、我有把握我生啊。如果真有灾难来了，我到极乐世界去了；没有灾难，我继续弘法利生了。根本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提高警觉，没有一丝毫的畏惧，这就对了。他给我们最好的警策、鼓励，让我们非干不可。我们就像古人所说的，克期取证。我就在这一年时间，我一定要证得，一定要做到功夫正遍，一切万缘统统放下，放下不是指事，事上放下没用，
心上放下。啊，心里头真的干净，什么都没有了。啊，这才管用啊。啊，希望我们的同学要有这个认知。啊，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啊，一年当中把这句佛念好，啊，我们口罩永效啊，往生见佛。日期越来越近了，啊，这是无比的庄严。啊，下面是三昧者，离智无二，教彻融融，彼此俱往，能所思觉，故曰三昧。这个意思说得比较深。离是自性，智是自性里的本具的般若智慧，它是一不是二。啊，这两样东西在唯识里头，把它说，唯识里面讲的四分，理是自证分，智是正自证分。啊，你怎么晓得有自证分？智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古人把它比喻。离呀，比作一盏灯。啊，智是什么？智是这个灯放光，点燃放光，这个光还照这个灯。啊，灯跟光是一体。啊，这个比喻也很好。啊，这是古人常用的。啊，教彻融融啊。啊，灯放光，光照灯啊。啊，彼此俱往。有理有智，王是什么意思呢？不是真的王，不要执着理，不要分别理，也不要执着智，也不要分别智。啊，于理于智，不起心，不动念。这叫彼此俱往，能所思觉。啊，能是理，所是智，能放光啊，智是理所放的光啊。啊，能所两边都不执着。这叫三昧，三昧也是个假名，啊，也不是真有。啊，执着三昧这个假名错了，啊，清净心中
一发不离了。又说清净心中一发不舍，为教化众生一发不舍，为自己境界提升是一发不离啊，你才能明心见性啊，见性之后众生有感你就有应，那就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现身说法了，它有用啊。华严经有云，一切自在难思议也，华严三昧是离苦。一切自在是见性的人啊，不见性哪来的自在啊？啊，见性就是真得实相了，宇宙万有的真相啊，真相是什么？相有性空，事有理空，啊，性相一如，离事不二。一切自在，一尘不染，这不可思议的境界，难思议是不可思议。那是华严三昧是离苦，又何赞云：法界唯心，名佛华严。以因行化，言果德相，令行住故，若此三昧，现见十方佛及佛土。祖师说得多好，法界唯心，这是真的，遍法界虚空界从哪来的？心性是变的啊，心能现能生，这叫佛华严啊，识能变，那是众生界庄严啊，众生界是十法界，十法界一真庄严十遍的啊，八十五十一心所变现出来啊，但是你要知道，能生能现是自信的，自信要不生不现，阿赖耶变什么？变不出来。阿赖耶一定要依靠心性啊，把心性所生所现的产生变化啊，不是他本来的样子，把它改变了啊，就像今天的物理学啊，地球能生能现的科学呢，能把它改变啊，科学好比阿赖耶
啊，没有实，那就是自然的。啊，实能改变自然。啊，我们今天说个不好听的，叫破坏自然。啊，自然本来是美好的，我们觉得它不够美好。啊，要随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啊，好像让它变得更好，是变出来了，没想到结果还不如以前那个好。啊，因为它有副作用。啊，这就是我们改变自然必须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是很苦，是惨痛的。那么用阴形化，化是比喻，化代表阴形，啊，就是修行。修什么？与性德相违背的，通通把它放下，这叫修行。啊，性德里头没有的，全是断掉，我们才能回归自性。啊，一切都放下。这就是庄严果德的相了，严果德相啊，令行住故啊，果德显出来了。啊，果德是什么？极乐世界、华藏世界。啊，为什么呢？把阿赖耶所变的那些相啊，通通断尽了，啊，他就完全恢复正常了。啊，如此三昧呢，见现十方佛，啊，现就是现在。你就见到十方佛及十方佛的国土，你就见到了，一点都不假了。啊，为什么？我们本来有这个能力，啊，我们本能就见十方佛跟十方佛土。二心问我弥勒自性受阿赖耶的改变，把我们的性德扭曲了，自性里面本有的智慧，阿赖耶给它一变，变成什么？变成烦恼，智慧变成烦恼了，德能呢就变成造业了，相好了变成六道轮回了，这是阿赖耶变的。不是自然的，如果是自然的，那就是十报庄严土，心现出来实没有变，因为它没有实啊，纯粹是大自然原始的容貌，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土，是吧？极乐世界、华藏世界，我们的认识清楚啊，要搞明白。
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把这个阿赖耶比喻作科学家啊，把我们的地球完全改变了啊。改变之后灾难来了啊，不改变没有灾难啊。我们因为有阿赖耶，灾难就是六道轮回，就是十八劫啊。我们真的放下见思烦恼，六道没有了，放下尘沙烦恼，放下根本无明，十法界没有了，回到一真法界了。啊，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是我们自信的十宝庄严土，这个要知道啊。自信就是佛。一切诸佛如来，一切佛土，不离自信。啊，所以你能入三昧，这个三昧在经中理一心不乱啊，正得现前就见十方佛，见十方佛土，理一心不乱。又加强所欲，此三昧皆是法身，故云华严。啊，念老者有解释，因此三昧庄严法身故。华严三昧庄严法身，念佛三昧庄严法身，以上著述皆明华严三昧之意，其中何赞所谓法界唯心是佛化言，这一句话说得好啊。啊，法界唯心名法也，佛化言，这个意思就是是我自心，不是别人的，法界是我自心，佛华严是我自性的，此表一真法界唯是自性。佛在大乘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相生，不就证明了吗？于此了达，即华严三昧。你真的明白了，你真的通达了，你肯定的，不再怀疑了，你就入华严三昧了。啊，如家乡所云，此三昧皆是法身。这个事是庄实，就是庄严的意思。这个三昧庄严法身呐，不是阿赖耶，不是八十五十一心所，那个不是庄严法身。
啊，清净心是庄严佛身呐。华严三昧是什么？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这是庄严佛身。啊，阿赖耶的藏识，摩那的一根，第六的一识，跟前面的前五识，都不足以庄严法身，法身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啊，后面念老这几句话说得好，盖为此三昧习庄严法身，法身呢就是本妙明心，就是自己啊，就是自己的真心呐。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明白了，全宇宙遍法界虚空界就是自心，你自己的真心。啊，法界虚空界是自己心现的，心生的，十法界六道轮回是十变的，我们把十放下，啊，十放下就是放下执着、分别、起心动念，放下执着，就是放下摩那。放下分别，就是放下第六意识；放下起心动念，就是放下阿赖耶。不必让他当家做主了，要把这一批人换掉啊，不用他了。自心作主，你就成佛了。故知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流出，佛又回归此法界也。这两句话说得非常有。啊，从此法界流，这个法界是华严法界，华严法界就是自己的心。啊，一切法是宇宙万法，都是从自心流出去的，迷了自心，就变现出这些东西。今天科学家所说的自零点出生，一切法是从零点出生，在佛法讲呢，一念不觉，一念不觉就是从自性出生了。啊，因为一念不觉，就出现一个阿赖耶。啊，阿赖耶就是一念不觉。啊，阿赖耶的出现没有原因，
接着呢，念念不绝，啊，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这个旅行苦头吃尽了，啊，现在怎么样？现在回头，回头是岸，啊，回归零点。啊，回归零点就是回归自性。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常寂光净土就是零点。啊，今天科学家称它做零点能量点。啊，横向。我们讲的自性啊，要归零啊，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循环从迷失自性这天起历尽了沧桑苦难遇到佛法佛把事实真相讲清楚了，讲明白了，劝我们回归。那回归最直接的方法，最快速的方法，最稳当的方法，最有效的方法，无过于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就是圆点的门口，我们要回去，从这儿回去。啊，回归到原点，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妙觉如来”。你有其他的门回归，你必须要断烦恼，要消业障，必须通过菩萨51个阶级，像念书一样，一年级、二年级，51年级毕业。才到妙觉啊，你才真的回归极乐世界不要这个麻烦这是特别法门啊，这个法门是阿弥陀佛成就我们不能不感恩啊，不是阿弥陀佛就没有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我们就没有这样方便法门不断烦恼，不消业障，能回得去？没有这个道理啊！啊，因为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他把他自己如实修行的功德加持给我们。我们今天得到念力秘密的证明，别人真修，一心专注回向我们，等于我们自己修的一样。今天科学证明了，啊，那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太大了，我们怎样感恩戴德？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感恩他的啊，他就非常满意了啊，真欢喜啊！我铺的这条路接引你真过来了啊！我们不能辜负他了，辜负他那就大错特错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啊，刚好这是一个段落。